好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哎呀，肚子好饿啊，我不会饿死在这岛上吧？花树上有个椰子，太棒了！哎，我这么快就喝完了，后面该怎么办呀？魏佩西，你去哪儿了呀？苏西丹尼佩德罗和你在一起吗？他们爸爸妈妈在找他们呢。刚开始在一起，现在没在一起了。那他们去哪了呀？去天堂了。你在那瞎说八道什么呢？是真的，我们被超人僵尸抓到了大海中央的小岛上，你快来救我呀。什么？被僵尸抓到了小岛上？佩西别怕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哎呦我的妈。老爸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佩西，就是这个岛太冷了。老爸，那你要怎么救我呢？啊，我还没想好。我看我们还是叫猪妈妈来救我们吧。为老婆，我和佩奇被超人僵尸抓到大海中央的小岛上了，快来救我们呀。什么？被僵尸抓到小岛上了？我马上就来。妈妈你要怎么救我们呢？那个我走的匆忙，还没来得及想呢。哎呀算了，我还是叫猪爷爷来救我们吧。喂老爸，我们一家三口被超人僵尸抓到了大海中央的小岛上了，你想个办法来救我们。我马上来救你们。爷爷，你想的什么办法来救我们呀？什么办法？我还没想好呢。没想好你就来了呀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没事啊，我们还有猪奶奶，我打电话叫她想办法救我们。喂，老婆子，佩奇，猪爸爸，猪妈妈，还有我都被超人僵尸抓到了大海中央的小岛上，你想个办法来救我们。想好了办法再来呀。完了，他提前挂了，肯定没听到我后面说的。我来了。哎呀，丹妮快起开，狗屁股太臭了。佩德罗快起来呀，苏西快被你压死了。哎呀，我差点就喘不过气了，马臭味太难闻了。你才臭，羊膻味最臭。佩奇他说我臭，他说的没错呀。完了，我们被僵尸丢到了一个荒岛上。我们得想办法离开这里呀。我有办法，我骑上我的罗伯陀罗风火轮，去叫人来救你们。还是看我的吧，我用萝卜刀当船划到岸边去，喊人来救你们。佩德罗你小心点啊，小心海里有鲨鱼。哎呀，看来只能靠我了，我用萝卜双节棍飞走。你那行不行啊，别又质量不好。放心吧，我这次的质量好得很。苏西小心点啊，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呀。Oh no！完蛋了，这下只能靠我自己了，我用萝卜浆射击发出声音，让别人来救我。牲口们，假如你们在野外遇到前有狼后有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凉拌。苏西滚出去。哎呀，开个玩笑，我有办法呀，我用萝卜双节棍飞走呀。你好啊狼大哥，你好啊狮子大哥，能不能别吃我，我好怕怕啊。下来吧。苏西夸张了啊。老师，我用香蕉萝卜刀诱骗他们。有一匹小黄马，看着就好吃，让我先咬一口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有香蕉，先吃点餐前水果吧，等一下吃我更有胃口。按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扔过来吧。你给我站住。那你后来被狮子抓住了吗？你猜。这还用猜吗？肯定被狮子吃掉了。那你知道还来问。老师你猜，我用什么萝卜玩具对抗他们呢？下一位。老师不用你猜，我用的是萝卜陀螺。又来了一条黑狗，我最喜欢吃狗肉了。啊，那个我不是黑狗，我只是一年零八个月没有洗澡了。狼大哥，你也一年零八个月没有洗澡了吗？也这么黑。看招。还好我按了暂停，不然你就被吃掉了。老师我有一个好办法，我戴上萝卜恐龙头套，扮成恐龙吓跑他们。佩奇我也给你暂停了，不然你也被吃掉了。
牲口们，假如你们在野外遇到前有狼后有虎这种情况，该怎么办呢？凉拌。苏西滚出去。哎呀，开个玩笑，我有办法呀，我用萝卜双节棍打呀。你好啊狼大哥，你好啊狮子大哥，能不能别吃我，我好怕怕啊。嘿，啊竟然搞偷袭，有此理，下来吧。苏西夸张了啊。老师，我用香蕉萝卜刀诱骗他们。有一匹小黄马，看着就好吃，让我先咬一口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这有香蕉，先吃点餐前水果吧，等一下吃我更有胃口。啊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扔过来吧。你给我站住。那你后来被狮子抓住了吗？你猜。这还用猜吗？肯定被狮子吃掉了。那你知道还来问。老师你猜，我用什么萝卜玩具对抗他们呢？下一位。老师不用你猜，我用的是萝卜陀螺。又来了一条黑狗，我最喜欢吃狗肉了。那个我不是黑狗，我只是一年零八个月没有洗澡了。狼大哥，你也一年零八个月没有洗澡了吗？也这么黑。看招。丹尼你死得好惨呀丹尼。老师我有一个好办法，我戴上萝卜恐龙头套，扮成恐龙吓跑他们。卖钵钵鸡嘞，老妈今天我去卖钵钵鸡吧，肯定给你卖很多钱回来。你会不会卖啊？卖个东西谁不会呀，他给我钱我给他串，简单的很呀。行吧，让你去锻炼锻炼，看看咱们佩奇是不是快做生意的料。卖钵钵鸡嘞，卖钵钵鸡嘞，好吃的钵钵鸡嘞，一人一串嘞。佩奇你怎么来卖钵钵鸡了？你老爸不卖了吗？我老爸今天休息一天，今天我来卖。那你今天的钵钵鸡是免费的吗？你想啥呢，我老爸傻不代表我傻。我们是好闺蜜，那你能请我免费吃一串吗？想得美。真小气。这样吧，我用我的萝卜刀给你换一串怎么样？我的这个萝卜刀可是两块钱一个的，你还多挣一块啊，好像是挺划算的。行吧，跟你换。哈哈，佩奇，我用我的萝卜香蕉刀跟你换两串，我的这个可是三块钱的。行吧，换吧换吧。太棒了。佩奇，我用萝卜金刚爪跟你换，我的这个金刚爪五块钱，我陪你换三串吧。好呀丹尼。我也要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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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佩奇，我也要换。咦！老妈，我回来了。钵钵鸡卖完了。卖完了。这么厉害的吗？我女儿太棒了。你手上提的啥呀？萝卜刀玩具。啊？你把卖的钱拿去买玩具了？没有，这些都是我同学给我的。那你的同学挺大方的哈。是挺大方的呢，两块钱的萝卜刀换一串钵钵鸡，三块钱的萝卜刀换两串钵钵鸡，五块钱的萝卜刀换三串钵钵鸡，十块钱的萝卜刀换七串钵钵鸡，我今天可赚大发啦。哇，这个钵钵鸡看上去很好吃啊，好香呀，这样放的恐怕会坏掉吧，坏掉了不就可惜了吗？对。警察同志，我来拿回我的波波车。在这呢，先把罚款交了250。你骂谁呢？我没有骂人呀，我是说罚款250。为什么是250？这多难听呀！既然你觉得难听，那就350吧。好，想不到你们警察也坑人，我要投诉。你不是嫌250不好听吗？那你也不能100100加吧。这样吧，251吧，给你。你的车开走吧。哎，我的钵钵鸡呢？我看你的钵钵鸡就这么放着会坏掉，所以我就拿去喂狗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我好像把自己给骂了。算我倒霉。这么快就卖完了？啊，对，卖完了。哇塞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卖了多少钱呀？完了完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只能拿出我的私房钱了啊！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卖了251。什么？怎么才这么点？啊，我今天搞了个活动，买一送一。啊！你疯了吧你！一元一串这么便宜，你还买一送一？这不是为了以后生意好吗？但愿如此吧。嘿嘿，蒙混过关。拿出来吧。什么？卖的钱呀？给你老婆。你以为这是一个萝卜刀吗？它其实是一个打火机。哦，猪爸爸，你什么时候买的打火机？你不会背着我抽烟吧？我怎么可能抽烟呢？我可是三好男人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世界上找不到几个像我这样的好男人。那你以为我这个是个萝卜刀吗？不是的，它是一支口红。我美吗？你以为我这个是个萝卜刀吗？它其实就是一个萝卜刀。
乔治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想买稀奇古怪的萝卜刀叫姐给你买呀。你给我买谁信呢？你以为我这是一个萝卜剑吗？它其实是一串波波鸡。哦，哇，佩奇，你这波波鸡好香啊。那是当然啦。对哦，现在波波鸡这么火爆，要不我们去买波波鸡吧，让咱们大赚一笔。波波鸡1元一串的波波鸡，波波鸡卖波波鸡嘞，卖波波鸡嘞，好吃的波波鸡嘞，一元一串的波波鸡嘞，卖波波鸡嘞，卖波波鸡嘞。喂，这位朱先生，这里是不可以摆摊的，要罚款的，你这车我先没收，自己来警局领取。啊！不要啊！哇，好高的山呀！是呀，万一从这掉下去可不得了。假如你们从这掉下去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？直接吃席。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掉下去没有摔死，要想一个办法爬上来。老师，我有办法，我身上不是有萝卜金刚爪吗？我带上萝卜金刚爪，一爪一爪往上爬。丹尼，这里的岩石坚硬如铁，你确定能爬上来？老师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御剑飞行。想法很美好，那你会不会御剑飞行呀？不会。那你这不就是在做白日梦吗？异想天开。老师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我用蜘蛛侠发射器，3下5除2就上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佩奇，你说你体重300多斤，那个蜘蛛丝能拉动你吗？老师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我用萝卜俯瞰一棵大树来制作一个梯子。乔治，你那梯子长度够不够啊？不够长的话，那也是白瞎。买波波鸡嘞，买波波鸡嘞，好吃的波波鸡嘞，一元一串的波波鸡嘞。朱老二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老狐狸，开快了点。买波波鸡嘞，好吃的波波鸡嘞，香辣可口的波波鸡嘞，不好吃不要钱嘞。卖波波鸡嘞，卖波波鸡嘞，9毛一串嘞。卖波波鸡嘞，卖波波鸡嘞，8毛一串嘞。卖波波鸡嘞，卖波波鸡嘞，7毛一串嘞。波波鸡6毛一串。好你个老猪，大不了我不赚钱。波波鸡5毛一串。波波鸡4毛。波波鸡3毛。波波鸡2毛。波波鸡1毛。波波鸡免费。哇，今天卖完了。是的老婆，生意这么火爆的吗？那今天卖了多少钱呀？老婆，我说零元你信吗？我信你个鬼，难道你把钱都花光了？我没有花，老婆，就是今天我的波波鸡免费送给大家吃掉了。